思乡，既然思乡，既然归乡这个字眼这么的深邃，而且对你来讲就是真的回到当时很多人生记忆，今天我就让你人生当中再多一点点多姿多彩好不好？我们来调一个味道，来夏天时刻来讲一下串冰立功好不好？对啊，我们让大家来吃一下这个思乡的相思冰，这个思乡冰。那想起故乡，这个很有趣哈、哦。不知道从几何时，什么时候开始的，反正唱片的企划一定会有一个梗。是，但是我们在一个动作活动或者是唱片发行，你一定要这样说话，都有在录影哎、欸。对，可是这个事情，我觉得这个跟唱片发行到底有什么关照的两关系呢？这个怎么端走？我们是留一个黑糖就好。哎、欸，你这样会害我等一下会挨骂，你知道吗？因为准备老半天。不是，因为其实小时候你也是这样吃冰长大的、啊。我能吃素鸽冰。我拿5块钱吃一个素果冰。哎，这个正好素果冰来给聊了五啊。差不多。啊，不，你雕起啊。这个归乡素果冰哦。老实说，这个好秋有一点鸡婆。啊，真的。我刚刚就问他说，比如说素果冰就素果冰。是。啊，他们就说啊，这个是茶冻啊，曾几何时茶也变成仙草冰。现在是啊。那是什么冻？是什么冻？反正都是，这个东西叫做文化创意产业啊。你一定要这样说假话吗？这东西很像我们我们谢谢 Lady 先生开的好车。没有，我儿子也在文化创意产业界工作。是啊、我有一天就说，哎，儿子啊，什么叫做文化创意啊？可以简单的说给我听吗？爸，其实我也不太清楚。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这是文化创意产业？这是文化创意产业。等我下次我在写另外一个论文的时候，我写完论述再跟您分享，这样好不好？把茶变成茶冻，把茶变成茶冻，就是文化创意产业。哦，搞懂了没有？理解。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为他进行今天非常特殊，在2017年7月11号的真正的文化创意产业冰。所以我说的啊，啊，就是把茶变成茶冻，是，就是文化创意产业的很具体的一个项目。但是这个地方确实已经是一个文化创意产业的一个就是深耕的地方，其实不止来这个餐厅了。这个我来看，我以前住过这个是附近，这个附近是。我以前觉得这里是闹鬼的地方。对。那我要把郭书瑶请出来了。我告诉你，所有的这种姥姥不亲，舅舅不疼，然后有人开始去打扫，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呢，是政府机关就来了，他先鸡婆一下。说你们不可以动用这个东西，是，然后再来说你们要用，那利益呢？就开始来了，吃冰啊，吃冰，你很害怕吗？对，害怕你继续讲这段，卖一下，好了，手借我啦，吃冰，赶快调，来，我让你调调看，我等下吃之前要先调味，先，还有什么？你要先，这一罐是什么东西？他说玫瑰花，玫瑰花可以搞成这德行，加黑糖。黑糖玫瑰花，这个还不是只有文化创意产业，这是浪漫的文化创意产业。哎呀呀呀，是。玫瑰花变成玫瑰花瓣酱，哎呦，所以玫瑰花瓣蜜酱。对，我早先有听说过，是肥猪肉都可以做那个冰淇淋。好，谢谢，好，肥猪肉都做成冰淇淋了，是肯定有一家，但人家早先就有文化创意产业，文化创意产业，对吧？好，了解，可以，来，对，回头之前的。等一下，身边要先加料啊，要先把香丝丝香的味道加进来。好，那个很膈应的，是啊，那个比如说巴西街有一家，是哪三样？看哪三样？各位看哪三样？那个店很屌的，老板脸都很臭呀。任挑三样，多加一样5块钱。他几杯暗的，进来了。哪三样？你对等的拍了。好来，说真的，你自己小时候芒果夏天，芒果是当红季节的，这个又是台湾的味道，台湾的芒果特别好吃。
人那倒是，是是是，真的也，全世界多加一点，多加一点。就是台湾的芒格，是，就是芒格，台湾的芒格特好吃，是特好吃，真的。对啊，可能季节又香。对对对，哎，但是有点台湾的西瓜。芒果加西瓜，哎，都不错啊，不会啊，怪怪的，怪怪的哈，啊，凤梨，凤梨，凤梨，芒果跟凤梨是，还有台湾的凤梨也是，也是一绝啊，对，尤其台湾地方很多地方的凤梨，现在有这个释迦凤梨又特别甜，对对对，那个释迦凤梨甜过头了，听说那个夏威夷都派产业经理来考察，偷我们的种子，是。有此一说，有偷我们的种子，是非常谢谢在国安局上班的陈阿生先生跟我们做分享。然后再来就是，是来加文化创意产业的砸档，对，动没动没，对，以前速工兵都这样，就参操啊，砸档没有啊，那是现操，是砸档是我觉得爱玉啊，爱玉当然有啊，我只砸档是我觉得最纳闷的一项，因为他。有些人不喜欢吃仙草味道，会以茶冻加茶类在里面。那是清朝就好了，是仙草。这是你凹硬凹的。好，这话题 stop 结束。来，冻茶冻，哎，这样调。这是颜色看起来。好了，调放进去，放进去。我觉得这颜色看起来诡异诡异。不会啊，茶冻啊，是，哎，你不摆上面了、啊，不摆一点，摆上面会掉下去。哦，好好好，上面是要淋淋。是个创意，浪漫创意，浪漫创意产业。是，还有要加什么？三行五十，三行五十，可以加一项，今天优待你。好好好，对对对，再加五块钱的。豆油，豆油，爱玉，爱玉，爱玉。我觉得还是可以加一点西瓜啦，因为这样色调比较鲜艳一点。喂，拜托了，求你啦，不伦不类。他有他的坚持哈，好，可以，接下来就是玫瑰，这个颜色就在这里了，是，哎呦，对对对对对，得了吗？好，这时候要请媒体朋友来捕捉一下画面了哈，我帮你拿下麦克风，让你好，来看镜头，来看镜头啊，看镜头，那你要先看，啊，好好好好，小心哈，好，这就看镜头，从中间看起，来喽，中间。各位来捕捉一下画面，能够挤大力一点哦，用力一点，用力一点。右边。对，挤一挤。啊！哎，这不错，不错，不错。哎，这样好哎。是。左边。哦，近望看看，别拍脚。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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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好，自由，自由。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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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再放一下，先让气先再对，要再按，这样应该。抱歉哈，他说的，啊，各位想太多，不要乱想，他讲的是姜很多在里面，可以了，好，让我们让他端着这个，端着你的杰作好不好？应该别拍假了，为什么又歪掉？好，把冰端，你真的有点，真的有点没对，对的，不是有一点是真的，好，那我们这个可能这个要先移走吗？可以，好，我让他端着这个，还是要连这个一起拍，好，来。你看，连经纪人都把你麦克风拿走了。陈总，你看中间，从中间看起，中间。好，请各位帮我们捕捉一下画面哈。哎，我可以给一只汤匙了，虽然不给麦克风，也可以给汤匙了。来，从中间看起。来，你要不要吃一口？吃慢一点啦，吃慢一点，还不错哈。所以你看，这个真的就是符合现在年轻人喜欢。不过以前你吃的应该都是黑糖。我们先拍好了，先拍，看一下镜头，先拍一下，先看一下镜头。干甜甜哈，右边，好，转一下每个角度哦，每个角度都转一下。右边，是没有糖精是吃不下去。是没有。好，那看一下你的左边，我来闪一下位置哈。哎，对对对对对对，好，再一口哈，等一下再一口哈。我哪有，我超爱吃冰的。哦，可以了吗？可以啊，都捕捉到哈。可以的，好 ，OK。是，我很想吃，我待会吃，我一定吃。好，那我们给夏生哥麦克风。好，最后呢，我们再请生哥跟他最后的小小的分享啊、归乡这个字眼，对您来讲，人生当中的一个记忆，对您而言是人生当中的
什么样的心中的一个是我的出发点，是出发点，一开始的出发点。其实我已经在做下一张专辑，是因为有时候这些影子跟那个旋律印象我一直在脑子里按那几家咖喱叫菜，所以就有一个办法，就是做一个新的东西把它对要去除掉，否则没办法宣泄原先的情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七月十四号的归乡新歌演唱会，也希望大家能够到现场一起来加油支持。当然还有您的海派计划，非常期待您未来这部分的一个想法能够把它实现。有些事情要在老去之前赶快执行，不然免得到最后坐轮椅的时候就坏了。对你而言，身材那么好，身体那么好，人生六十才开始。再度恭喜新歌《归乡》专辑正式发行，恭喜！谢谢，是，那我把时间留给我们电子媒体。